一个小伙把手里的袋子扔进湖里，转身就跑，随后湖面上发生剧烈的爆炸，水花炸了有3-4米高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扔到湖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神秘的东西其实是金属钠。这种金属在生活中并不常见，有些人甚至没有听说过，但它却是地球上第5丰富的金属元素。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已经不可考察，但它很容易和空气、水反应，所以从不以单质的形式存在，经常出现在化合物中，比如氯化钠，也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食盐。除此之外，钠还是动植物必需的一种元素，体内缺少钠会变得精神萎靡，没有力气，还会出现恶心呕吐、心律失常等现象。虽然钠元素在地球上由来已久，但金属钠的出现却是在1807年由汉弗里·戴维从氢氧化钠中电解出来的。相对于常见金属的坚硬来说，钠却是个另类。用小刀切开一块钠，就像切橡皮一样。刚切开的钠表面是银白色，在所有金属中，它的活泼性排第10，氧化性极强，在空气中没一会儿，表面就会变成暗灰色。不仅是氧化性，钠和水的反应也很剧烈。把一小块金属钠放进水里，钠会浮在水面上迅速游动，并且发出嘶嘶声，变成一个小亮球，反应中还会产生大量氢气，加剧爆炸现象的产生，由此才会产生视频开头的一幕。看到这儿，不免有一个疑惑，金属活动性越强，是不是和水的反应就会越激烈？在金属活动性顺序表中，锂的活动性最强。如果把锂电池中的锂扔进水里，会发生什么？观察发现，和钠金属扔进水里的反应相比，锂和水的反应几乎可以用平和来说。而帕维尔·琼沃斯在《自然与科学》（Nature Chemistry） 期刊上就发表过一篇相关的论文，对此进行了解释。他们的团队发现，碱金属与水发生爆炸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应中释放出了氢气，在反应刚开始的阶段，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情：电子急速外流。在电斥力的驱动下，碱金属也会随之发生爆炸，由此钠和水反应为什么会更加剧烈的问题也得到了解释。除此之外，金属钠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，把一个浸透的毛巾放到水里，再往上边放一块钠，很快钠开始剧烈反应。但与以往看到的现象不同的是，本来暗灰色的钠竟然慢慢变成了一颗透明的小球，静静地停留在水面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金属难道也可以变成透明的了？原来钠和水在反应的过程中生成了熔融状态的氢氧化钠，也就是这个小球，在局部高温的情况下，水被蒸发成水蒸气，反而成了一个保护层，就像我们将凉水倒在400摄氏度的铁板上，会看到无数小水珠并没有蒸发，而是四处滚动的情景。这就是莱顿弗罗斯特效应。不过当蒸汽层消失后，还是会产生爆炸。